刚好这个102题啊，它就是 XML， 所以呢，它其实这一题就是怎样，它希望呢，你把那个 XML 的档案，然后下载，就是说把它从这一题没有下载，这一题它顶多就是一个给你一个档案，那你把那个档案档名的话就 read 哦，点 XML， 不过102我自己加的，因为我怕可能有别题哦，会有同样的名称，所以我加一个 read 102 XML， 然后它做什么呢？把它做写出的动作，也就是写出去变一个 CSV 档。好，那写出去的话呢，它这边又多用了一个东西叫 CSV， import CSV。那实际上哦，我发现就是如果你用 CSV 写出的话，反而更麻烦。你会发现第一个要 import， 第二的话呢，你要 open 它，然后前面名称它我们本来用 F 啦，它是用这个 ubike file 哈，然后还要喂给这个什么呢？那个 CSV 的 writer。产生一个 CSV writer 之后的话，还要做什么呢？还用 CSV writer 呢，去把它的东西 write row， 才能够完成写出哦。所以比起来的话，我们刚好只有两行，这边可能不只用两行。所以要我的话哈，我应该不用这种方法，不然写这么多，最后结果一样，那干嘛对不对哈？不过我讲过，这个考题哈，跟上一阶段那另外一张不太一样。另外一张是可以改写，但这一张因为是填空题，所以呢，你不用太特别知道一下程式就好了，因为它最后就是要你填空。那填哪些东西呢？我早上有稍微跟各位讲过，就是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个地方，就把它填完就 OK 了。好，这样我们如果是为了考试准备的话，你就记得把这些大概记熟啊。啊，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想要彻底了解的话，那你们也可以试试看。就第一个，你先把那个档案打开啊。那个档案的话呢，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，就是范例档里面有一类叫网络爬虫证照哈、啊。这边有一个 XML 档，你可以把它什么，把它下载下来。下载下来之后的话呢，稍微了解一下它的结构啊。这个结构的话，基本上就长这样子。就是我用那个 Notepad 加加看一下，你会发现第一个哈，它里面呢就是一个有点像 tree 啦，树状图。那这个树状图最外面的话就是它的根，有没有？就是一棵树一样嘛。然后它的根的话呢，这边看到就 data， 展开来之后的话，这边有个 row， 有没有 ？row 的话就一列，哎，有没有一列 ？OK 哈，那这个列里面的话呢，就会有它的什么 key， 它的那个标签名称。那这个标签名称呢，长其实有点像是 HTML 啊，只是说因为它是 X extend， 就是延伸出去，所以名称可以自定，所以它分别就是这个是一个栏位，里面放什么，所以有点像 key value， 跟那个 JSON 有点像，但是它是放在树状图里面。但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把它爬出来，并且把它正确输出？那输出结果的话，它希望长就是这些，有没有？哎，你会发现这个是10011002 1003 1004，以此类推。那、啊、里面的话就是说呢，它放哪一个站点啊？其实这 UBI 新北市的站点，那这个也是即时的资料哦。所以你如果到新北市的 UBI 网站，它有开放资料。那只因为考试的话，它已经预先下载下来，它只是要考你会不会把这些资料变成 CSV 档。OK，XML 变 CSV， 所以这一题重点就是考这些。那把它执行完毕之后哈，它希望你看到的结果，我先run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哈。把它run完之后的话呢，它其实是希望你把它变成一个 CSV 啊，已经run完了。那名称的话呢，就是 write.csv， 那不用秀出来哦，不像我们刚刚练习的。那 write.csv 在哪里啊？我们看一下，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，重新整理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它希望你看到的这个 write.csv 打开来的话哈。就是长得像这样子，它里面的话就是帮你把它重新就把它爬出去，然后看到的话就是列出来哈。不过它这边因为是什么？因为是，哎，这档案，对，微软的那个，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说要列出去啊，不要是乱码的话，可能就是 encoding 哈，可能要把它改，就是把它 delete 掉，它就不会是乱码了。那这里的话，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啊 ，XML 架构。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请各位在网络上自己去找一下这个档案啊，
那这个档案的话，它的结构一定是这样子，一棵树，然后底下的话一层，里面的话就有它的这个叫 tag， 它的标签名称，这个就是它里面的 test 里面的资料。啊，如果要把它抓出来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参考那个什么，参考那个104J 啊，我有把答案放云端上，你可以自己参考一下。第一个，你可以用这个东西，好、啊，那这个套件里面的话。 当然，你要去爬那个XML， 不止这个套件很多，哦，啊，只是说后来看一看这个好像最简单。然后呢，名称太长，所以把它缩写 S， 后面就是它的名称 ET， 它里面有个那个 pass 哈、哦，把它里面的东西把它解析出来。那所以呢，我就给它一个 XML，XML 里面长什么样子，就长这样子，一个 data 里面有个 row， 啊 ，row 的话有很多 row，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一棵树。 长出来的话，这边就它的枝叶有没有一个一个的啊？里面有这些东西。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样把它做那个把它资料输出啊？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什么 tree 有没有？哎 ，pass 之后的话，你可以给这个 tree。那 tree 的话有个叫 get row， 哎，特别重要，蛮重要。 get row，get row 的话就是把那棵树抓过来，哦 ，data， 然后放哪里呢？放在这个 row root 的这个物件里面。 那这个物件怎么把它爬出来哦 ？For root， 这个 root 呢 ，in row， 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刚刚这个 data 有没有，就把 data 就是叫它的 root 哦 ，root， 然后里面的每一个row 对不对哈？然后把它搬过来啊，这个 row 名称不一定叫 row 了哈，其实因为刚好名称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因为要把它写到哪里呢？写到 CSV 里面啊，特别注意我刚刚讲过。 因为考试题它用 CSV， 那 CSV 的话，它如果要写出变一个 CSV 档的话，它要做很多事。第一个 import， 第二个的话呢，一定要什么 open 它，并且产生一个 writer。第三个呢，利用这个 write row 哦 ，OK， 啊，当然我们之前有示范给各位看呢、啊。其实如果你不用那个 CSV， 反而只要两行。 但是如果说呢，你今天我刚有把它改写，如果之前的写法哈，你变成你要写几行呢？你要写这么多行，好啊，一样的道理啊，因为这没有办法啊 ，write 部分的话哈，它变成一定write write row 哈，后面一定要放一个串列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放字串也不行，放其他都不行，它变成一条一条一条，就放一个一个字串。 它才会帮你把它写进去哈、哦，所以呢，首先的话呢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输出，把它读，所以呢，分别读 row 里面 find 什么呢 ？find 里面的那个 SNO 的 tag， 这个有没有？跟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好、哦、row 啊，特别注意哦 ，row 里面你可以用 find 它，啊，这个证照考试写的啊，要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写成这样子。 对，第零个位置可不可以啊？或者是里面可以怎么样？可以用这样子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哦 ，OK， 你们可以试试看哦。哦啊，只是说因为证照考试我讲过，因为这个证照考试哦，它比较没有弹性一点，而且它是考填空题，没事不要去改，改了反而有事。好<笑>、哦、，OK， 所以我后来发现，对啊，我改了，我改这些没有用。我只是说，我们还是将来要懂得变通了哈、哦，所以还有别的写法哈。哦 啊 ，write 我可能也不会这样写啦，啊，只是说因为考试题这样子，我们还是先针对考试题来解，不然的话有时候跳太远了，你们有时候会拉不回来就麻烦了，尽量还是把16个空格填上去，这一题就得分了哈。那我后面这个是我自己写的 ，print 它，所以 print 出来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一个一个的串列啊？所以这个 write row 一定是一个串列丢进去。 啊，最后的话呢，它才会写出一个档案，所以你这个档案的话，把它打开的话，那应该就 OK 了，所以把它 refresh。嗯，那怎么没有出现？好、哦，那它就会把这个档案给写出去。啊，另外我刚刚讲说，如果说你将来自己写的话，你可以这样啊，其实这边可以用0嘛，因为它这边等于是第几个位置，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啊，所以是012嘛，所以其实如果简单的写法，应该就是可以写成这样嘛， 01。 好，然后这边写 2， 这样也 OK， 有没有？而且比较啊，如果我来写的话，我可能还会写更短一点，就是可能可以把这个
干脆把这个丢到这里面来，又省一行，有没有 append append 就好了，不需要说写那么复杂，然后啊把它执行，你会发现一样可以把结果给 print 出来。哦啊，最后的话，因为它有个 write 的动作，哦，所以把它写出去啊。这一题大概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请各位也许大家了解一下这一题啊。至于怎么把它改写更简短哦，可能有时间你再去把它做最佳化哦。所以102这一题稍微分享一下。那待会的话呢，我们就回到刚刚我们的就是网络上面的这个 PM25 这一题，所以待会的话，请各位哈，再切回这边，然后一请你把这个档案给下载下来吧，哈，所以把它点下去，下载下来之后的话，按右键 ，edit 看一下它里面的东西啊，你会发现哦，它里面的结构，哎，没出来，按右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因为我刚刚是，不是这个，应该是啊这个下载，按右键哈，我把它另存一下好了。那另存的话呢，一样我叫做 PM25 哈 XML 好，把它存起来。那这个里面的话，大概结构就按右键 edit 它一下，那你会发现哦，它一样会是一个 true 一颗 road 在这里 ，data 在这里。不过你会发现哦。刚刚那一题的那个有没有？这边叫 data， 那这边叫 row， 可是现在不一样，但是其实结构是一样的。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要把这个，假如说我今天需要什么，把这里面的资料全部抓出来，那帮我 print 到画面上就好了。第一阶段啊，第二阶段就是把再帮我把它 write 出去，变一个 CSV 哈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，可能。第一个了哈，请各位先看一下102那一题啊。第二个的话就是，PM2.5 的 XML 哈，也把它试着下载看看啊。两题有点类似。那我们如果需要怎么样？第一个先把 XML 读取，画面上看到；第二个就是把它输出哈。